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钟炳广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本书是《Investigators and Their Pants》。作者 John Patrick Green。绘者 John Patrick Green。译者 Calista Brilhan De Froman。这本出版社 First Second New York。Say who? Brush Robo Brush Hand Mango。Why？为什么我选择这本书？我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的图片，而且我以前还没有读完这本，读过这本书。What？这本书的故事是什么？这本书讲了两个朋友在开会的故事。有一只壁虎要加入一群名为 The Blazers 的恶棍，然后地板破裂了，壁虎跌倒了，然后他发现了一件物件。Brush her mango，找到了这壁虎，看着把物体，说着是一把危险的物体，它会让人变得更大。Mango 和 Brush 他扮成宇航员，试图找到一名邪恶的宇航员，他们发现的宇航员试图抓住他，然后 Robo Brush 见着到了误机，然后 Mango 和 Brush 与巨型蚂蚁战斗凭据的胜利。我的心得 My feelings。我很高兴，我读完这本书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读完这本书。Oh no！谢谢大家，Thank you everyone。